天空飘落下的雨滴，让心跳暂停。好了，我画好了，这次是我非常认真的一次画画。西装半永久，这是我最新的造型。我的项链是一只小鱼，然后这是我昨天穿的那种西装。这个鞋子我确实不太会画，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我穿那个西装的那个样子，然后今天就给他们送了。因为每一次的画画稿你觉得都是抽象画，我也不太好意思让他们收藏。对，那这一次感觉会比较有意义一点。对。